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Mark Du 看房视频啊。今天 Mark 准备带大家去万锦市的 Angus Glen 社区看一套全新的双车库 Townhouse 啊。这套 Townhouse 的亮点很多，那么现在随着 Mark 的镜头，带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套房子吧。那现在呢，已经来到这套房子里面了。这套房子其实亮点有很多，那么接下来由 Mark 一一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套房子的各个亮点。OK， 首先介绍一下这套房子的地理位置啊。这套房子是地处 Kennedy 跟16街的西北角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Angus Glen 的高尔夫球场的旁边啊。这是一个由著名开发商卡尔姆开发的一个 Townhouse 社区。那么这个社区呢，在今年2020年陆陆续续入住了。那么我们现在身处的一套房子呢，是一套由业主二手放盘的这样的一套房子。那么它的位置有多好，相信住在万锦的朋友也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啊。那么随着镜头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生活配套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套房子所在的中小学校区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杜鲁多高中与 Becky Farm Public School， 至于幼儿园则有 Unionville Montessori School， 步行距离两分钟可达。著名的西人超市 Village Grocer 就近在小区的旁边，而集餐饮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的华人商场旺角商场则只需两分钟车程，而小区离大型购物中心 Markfield Mall 和鼎泰超市也仅仅是五分钟车程。看完社区了啊，那么现在呢，马上随着 Mark 的镜头探索一下这套房子自身有一些什么亮点的地方，可以让 Mark 这么推荐给大家来到看这套房子。这个楼盘的房子之所以称得上豪华，与发展商卡尔姆对装修材料的配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灯饰到楼梯、木地板，再到家电 Plumbing Fixture Hardware， 无一不是选择了高档次的材料。光电器一项，发展商所投入的成本比其他一般楼盘就要高出一到两万这个水平。除此之外，主层十尺西岭，双阳台设计，双车库外加 driveway 可停两辆车。可以这样说，这三个 feature 都能直接为房子以后的增值加重了砝码。尤其是这套房子的可停车数量就已经可以碾压很多同区的 townhouse， 为以后的增值注入了强大的动力。OK， 简单总结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些情况吧。地处 Angus Glen 万锦 Angus Glen 无敌社区哈。另外一个，它的整个的户型的配套，三房1700多尺，双车库可以停四辆车，里外可以停四辆车啊。现在的叫价119万，所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认为只有三类买家不适合这个房子。第一，预算不到120万的买家；第二，喜欢做 gardening 喜欢有 backyard 的买家；第三，家庭成员超过六个人以上的这种家庭买家不设这里，其他的尽快给 Mark 来电话，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 deal。 OK， 今天片子介绍到这里，如果喜欢 Mark 频道的朋友请订阅点赞我的频道啊，有空的时候记得给点意见哦啊，欢迎大家这次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